这是一款小标签的分页机，可以分小标签。我们将开关打开，这是清理，这个是调速，可以调节机器的那个分页速度，最快、较慢。它的合适的速度，我们将这一点小的标签纸放到挡板内，机器将会自动分页。在分页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调快、调慢。也可以设定它，一次性给个信号出来一张。设置，一，然后我们将一叠标签放到这个挡板内，挡板内，这样的话机器就会给个信号会出来一张。这里有个信号线，我们每短路一下，机器会自动分一张出来。